女娲，女娲，没错。你看完之后可以升，可以升看看努力三，努力三。好、哦。对对对对对。欸，可能要稍微看一下他们那个、喔，等一下看一下他们附魔。阿乔要挖这个吗？黄金，这边有两个。我去看一下他们。我幸运，我幸运。你该上去，你该上去升级了。我要上去了，我要上去了。我们是他们的奴隶。奴隶。不是不是，他们是我们的奴隶。哎、欸，我他们是我们的奴隶。反过来你招这个奴隶成为他的奴隶，这个有点怪。那就不是招奴隶，而是招主人了。请问有人要来应聘这个主人的位置吗？你今天为什么跟你走？然后等下就地板破一个洞，不小心，你把它补起来，不小心就陷下去了。国王变成水电工了，修地板。不用修，反正都可以挖，全部掏空。掏空会家徒四壁吧？我们家怎么穷到连墙壁都没有了？云有像这样吗？还是我们等下再去？我正在看，我正在看，我正在看。哇、哦，亏死了！太 happy 了吧？没事，没有，他们没输过，没输过。好喂，两颗。我们有两个大哥，要小心。OK。其他理论上应该还行。第三颗钻石，快乐！哇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钻，好赚！你再回去看，说不定又两颗。嗯，真的吗？五倍吗？是五倍吗？千块肯定是五倍，今年肯定五倍。对，梦娜，你两百块要被克了。我已经被抽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内鬼呀、啊！两百块，还是两百块？二十二三十块，四十秒六百，啊？中间可以帮忙 ？Go go go！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也来，我也来，交给鸭子啊！那我要征税啊！好。好啊真帅！有人喽！真帅！好，我来。杰克也在上面吗？金钱的魔法在上面。杰克丫丫 ，Go， 来了，还有音乐，睡。我刚好技能。努力升完了，可能可以升那个什么守卫之类的。有守卫有一阶。嗯，我有升一阶。光，你的几月在哪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家正中间，你往下挖个两三格，正中间，对，就楼上。对你换位置，你回得来吗？我在个穴里面，他们把我关在一个穴里面。对，你要往下挖，你要，或你直接往下也可以，可是他们会追上去。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这个有点难追，那我们去接几月吧。对啊，几月没扣血？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你可以描绘一下那里。它在一个超深的地穴里面，还是我直接开那个坐标看？坐标看不到、喔，不好意思哦、喔。哦、oh, no， 那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。那我只好挖他一下他们的花园。我现在就是园丁。没事，你就把屁股堵着，然后。那一下园丁，等我一下。然后就一辈子活在底下吧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要两个人，弟弟爱。你就一直往一边挖，有没有？说不定就会挖到我们这里了，对不对？有可能。挖到底，挖到底之后，你再往上挖。我挖到底了。就挖到底，到底多深？对，挖到基岩之后往一个方向走，看你的运气。我看到上面有名字。什么颜色？有点害怕，什么颜色？有点小，太小了，还看不出来。我觉得应该是蓝色啊，你就远离那里，毕竟你才刚被换。你在蹦蹦跳跳。哎、欸，娃娃、啊。他们找到你了。哇，好像弟，好像蛮能跑的。没办法、啊，没得跑。他们捡得到宝石。倒霉。没事，那被换了。就是那个啊，那个直接把我
丢在一个超深的地底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技能要先学好，他们要送回去，所以我还是有机会把它抢回来。在哪里啊？那一件？我不是拿着哦，没有要我直接征税哦。你都他们应该是国王刚刚去杀几月？那国王拿不到、啊。那国王拿不起来，他应该在叫他的队友去拿。现在他也没拿起来的话，没看到有亮亮的。哦，还没看到。他们不屑拿你的宝石啊，几月？因为太高了。应该是因为超深的哦。来喽来喽，这很多人哦。还没附魔、啊，其实我回去了。有看到他们亮亮在说，啊，没事，我没装。OK， 目前都没亮亮，都没有。他这样也是十分钟会回来吗？二零零？不会、啊，不会，永远不会回来。装备拿起来就永远不会回来。我们国王永远回不来了，听起来有点恐怖，不知道你怎么想。真的，你要想这样子就问，你现在就算倒下，你也不会扣那个一千分，没事。你现在是听眼兵吗？所以没有，他不是活着吗？他活着、啊，他就只是没有两排血，就剩一排了。有没有一点钱呢、啊？要附魔，那我你们需要保险箱吗？要要要。保险箱有个一二阶都可以，钱不够，钱不够。哇，你刚刚身上是不是有钱？我刚刚换成那个。你的墓碑是不是有钱？绿宝石。我的墓碑有，但没有很多。我是回来之后把身上钱换掉的。没有很多，只是有一点点的钱。没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SUS， 你的一点点。怪怪的，意是哪个意？亿万的国家越来越奇怪了。亿，那几月也是个大富豪啊！好富、哦，我们也想要，见者有份。国王，我也想变得有钱。要钱吗？我可以给你。好、啊，我身上有绿宝石。最想要听的这种话，没错。最喜欢的，全部给我。那我直接征税了。哎、欸，你征税等下还是可以那个有保险箱一节啊，这样我们比较好。那边有个四百块的，那个快征快征啊你！征、哦、了征了征了，赶快征征他征他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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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的？真啊，骨质疏松，清真。就是现在可以蹲下。来了，我去升保险箱。啊喂！怎么有一个人通道就是比我们高两格，这么刚好的？来了，我把我的绿宝石丢进去了。我们的奴隶升满了吗？满了，满了。这个，那收蛮早就满了。要升什么？嗯，要，都会要 ，OK。刚刚有一阶啦，哎呦，三阶，三阶。看到我们宝石亮起来了，他在底下，在底下，哦、有没有机会？还在底下，他们家底下，他们家底下。哎、欸，不见了，哎、欸，怎么受伤？捡起来呢？不他有捡起来，轮到。他刚刚有捡起来，有亮，有亮一下。对，刚刚有亮。有亮，有亮了。有。他们在打那个、啊、摩斯密码。那国王捡起来，因为他拿了拿起来、哦，他拿不动，就马上就掉下来。哦、嗯，国王表示：“哦，没办法开掰，我这个拿不了一点。”Shining Shining， 你们自己看，拿不到。我就只是想要挖个洞过去对面，为什么一直挖到黄金啊？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这是什么奢侈的烦恼？上来了，国王在这，真的、啊。暂时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不要听，不要听。他丢另外一个人了。他已经到那个上面，他只要回旁边了。对，但可以一起冲，因为他放了，我们会有力量，就可以去杀一波，看有没有机会杀那个国王。他们国王是那个哦，好像是大哥的样子。哦，
来不及，他把他放了。没关系，给他放，给他放，给他放。进攻。他没放，他没放，他没放，他没放。对。还在思考。他对面国王很便宜。武器，武器都还没。关机的。睡睡睡，有有，你可以拿，梦到你可以拿，帮你顾。你走走走走，你走回去，走回去，走先走先走先走。哇！走走走，休息休息休息。哎，他们国王，他们那个不是国王，这不是国王，这个是海底下的毒哦。啊！不是，那不是国王，那是拿着宝石的人。他是拿着宝石，还是他封？他把我们封起来一个超过分。哎呦，杰克有拿到。杰克后面两个人，我们帮忙。力量力量！国王，这是国王。我们的力量。换他们跑，换他们跑了。哎，那一上，那一上，这个也是国王，这个也是国王。放上去，放上去，再打他一波，放上去打他一波。对对对对。哦，碎碎碎碎碎，可以。有有有有有。啊，他先死了。哇，他先死了。太可惜。放上去，放上去，放上去吧，放上去吧。要力量了，他们力量，他们力量啊。我保持在我身上。我躲回弟弟。躲回弟弟。我原本四百块级，啊，没，快克快克！哇塞，好痛！他们力量，他们力量，他们力量，他们力量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！我刚武装吗？这里，那个力量很可怕的哦！哇，狂流！差不多三十秒还是多久啊？这个楼梯怎么被挖走了？这楼梯。忘了，可以准备去中间看一眼了。中间，对，中间也要来了啊！我、哦哦、好了，我先向我锋利二的剑。好，我去中间了。他们在挖我们的花园，怎么可以？走掉了，已经可以了。哦，好吧，已经挖了，太过分了。等中间，等中间，等中间。这是我们农夫细心栽培的花园，怎么可以？他就是这样做了。How dare you！ 中间三十秒。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花园。他们没有守卫。对，我刚狂挖他们雕像。哎、欸，他们中间也没站出来。被要退回去了。轻轻松松是我们的。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天哪、啊！给钱！我、不能蹲。不能蹲了，可以，可以走。对。不会哦，各种暴力的声音。哇，不愧是200啊，马来西亚最会爆炸的人，听起来有点可怕，不好意思。最会爆炸的，最会爆炸的人，听起来有点可怕，听起来很怪，听起来很危险。200都被人家说危险啊，要小心呢、欸。还不是你害的，原来是你害的呀，哎呀，自己爆炸都怪人。有了，无情征税，抽税的，我们的钱，我眼睁睁看着我的钱不见了。没事，我把它丢到保险箱里面。反正我的钱刚刚其实早就领出来很多了。我也是，我都领完了，13块我只有。啊，那，不简单的，付不到好。保险箱里面很多钱，加油，好吗？猪肚底啊，钱不够可以去。可以去哪？这家都面包冲啊，弄啊！要用箭矢吗？换了一堆箭矢。哦，白色吗？可以。要狙击兵。可以。